二位，犬子不懂事儿，惹怒了二位，还望二位高抬贵手，不要和他一般见识。你儿子不懂事，你还不懂事吗？二位，你们想怎么处置犬子？剁了他的双手，这事就算过去了。皇王阁下，高抬贵手，从轻发落。我以司徒门主发誓，在今后的日子里，我司徒家族绝不招惹洪家小姐半分。我愿意帮我司徒家族产业一半作为赔偿。司徒门主，司徒门主，你呀太客气了。我答应，我答应。静儿，我明天这小子引张不对的地方。还请二位答应我这个请愿。司徒门主，既然你这么说了，我接受你的道歉。不过，司徒家的产业就算了。既然我老婆都说了，那就算了吧。不过，我还有一个条件。什么要求？你当着我老婆的面，给我抽你儿子一百个嘴巴。这事就算过去了。如果我不满意的话，咱们接着算账。混蛋，我跟你拼了！我住！不打！不打！爹，我们司徒家为什么要怕那个洪家呀？在荣城，我们司徒家怕过谁？儿啊，你不知道，这世界上有多少看不见的势力，你不知道这势力有多么的可怕。这有什么势力在背后给洪家撑腰？你不知道，也许我也不配知道。我只知道，短短不到一天的时间，我司徒家的各个产业都濒临倒闭，资金被莫名其妙的冻结。然后神秘人给我传话，说这是司徒少爷得罪了洪家小姐的报复。这洪家背后真的有这么大的势力？不知道是哪位大人物看上了洪家小姐吧。记住了，以后不许招惹洪家。哎，曾少，曾少，最近有空没啊？我给你介绍一个美女，绝对是你喜欢的类型。爹，这次咱们能够化解危机，一方面是因为咱们洪家在荣城的声势让司徒家所顾忌，这另一方面，那主要是靠我的气势让司徒门主折服。乔宝二叔这气势强的，恨不得给那姓司徒的舔脚趾。一天，我闭嘴！舔脚趾怎么了？我大丈夫能屈能伸。是啊，能让我们洪家躲过这场危机，就是功臣。洪战，你做得对。爹，守护洪氏集团女儿的分内事。对了，那司徒少爷不是看中小姨了吗？为何不借此机会打赏司徒家？爹，可能是司徒家对咱洪家有所顾忌。哎呀，爸，这小姨是一天的妻子，见他们司徒家不齐，哎呀，这事就算了吧。糊涂！为了家族大业，就算是让小姨去死，那也是他的福分。何况是让他享福。爷爷，如果司徒家看上了你的老婆，你是不是也会忍痛割爱送上门呢？放肆！你敢羞辱我已经过世多年的妻子啊？我是什么身份？你是什么身份？你敢跟我比？你个兔崽子！你！哎呦，爸，这小姨可是您的亲孙女啊，你忍心就让她受苦吗？哼！自从她嫁给这个窝囊废，她就不配做我的孙女了。哈哈，你这老狗真可惜，我跟你没有话说了。小姨，我们走。站住！想走就能走吗？来人，把他们绑了。是。啊！老狗，想抓我自己动手啊？派这些废物干什么？一天，他是我爷爷。哼，你们总是说我是躲在女人身后的窝囊废，现在谁才是窝囊废？小兔崽子，你找死！小姨，
怎么打我都行，伤害我的老婆，我要你死！你爹不要！哼！奇怪呀，怎么这小畜生的身手？ 怎么突然间变得这么厉害啊？我也不知道啊，好像突然就跟以前不一样了。嗨，要我说啊，就是狗急跳墙，知道自己媳妇儿要被人霸占，急眼了，是吗？哎，那你们这天在司徒家还发生了什么？没什么呀。说，我绝不相信司徒家会顾及我们洪家的面子而放过这小子。再说，司徒那小子是好色之徒，他必然不会放过小姨的。啊，我是真不知道。 哎，许是哪个大人物看上了咱们家小姨，司徒家有所忌惮，哎，才没有动手。能震慑住司徒家的大人物，那要想得到小姨，还不是易如反掌？这么遮遮掩掩的干什么呢？也许这大人物，哎，就好这口。哎，老爷，海城的曾家发来请柬。哦。啊。 曾家少爷来荣城了，似乎是要结交咱们荣城的顶级势力。<笑>不过他没有邀请荣城的三大家族，却邀请我们洪家赴宴。爹，这可是咱们洪家的荣耀啊！啊，是啊，我听说那个曾家巨有钱，<笑>那可是比那司徒家有钱了不止十倍，十倍不一天，十倍，你知道吗？对呀，咱们这次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，好好的伺候好曾家。 这样啊，在荣城就没人敢欺负咱们了。哎，爸，这次设宴，咱们洪家都去吗？当然了，不过只有姓洪的可以参加。一天不去，那我也不去。放肆，少爷，你可是洪家人，什么时候轮到你做主了？啊，你必须得去。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但我不想你为难。喂，算你识相，不过你这个垃圾。 你不就是仗着自己会点武功吗？别人怕你，我告诉你，我们洪家那有的是武者，我虽然打不过你，但是我可以找几十个武者，我分分钟弄死你啊！好，那你现在就找人弄死我。好了好了好了，都闭嘴！小子，我告诉你，我现在正忙大事呢，没工夫搭理你。 不过你要是敢坏了我的大事，哼，我必将你碎尸万段。哎，曾少，你看，就是那个女的，那个女的保证让你爽。不过，她是洪家的女人，好像还给大人物看上。这大人，再大的人物，在我曾家也是个屁。这妞我要定了。哈哈哈哈，曾少。 您大驾光临荣城啊，全权诚心的邀请我们洪氏家族来赴宴。我们洪氏家族受宠若惊啊！哈哈哈，我今天代表我们洪氏家族成员，敬曾少一杯。来，曾少，请。好，我出来荣城，那我就客随主便。听说你是荣城第一美女。 怎么喝饮料啊？这可不好啊！老易，咱们这么没礼数，红林，赶紧给他倒酒。曾少，我老婆不喝酒。红老，看来你们洪家人不太尊重我。老易，少废话，赶紧敬曾少酒。曾少，我敬你一杯。 这样喝就可不行啊，咱俩得喝交杯酒。婷，求求我，别惹事儿。小姨，你的手真美，让我好好欣赏一番。我的手不好看，你赶紧落座吧。我这个人有个癖好。 就是喜欢女人的手，来，小姨，先让我看看你的手。
放手！妈！喜欢看女人的手，回家看你妈的去！一天，你住手！啊！住手！一天，住手！啊！对不起呀，陆一天，快住手！跪下给曾少道歉呐！大人的，娘！很好，皇帝宫廷还不错。李牧，给我废了他！少主放心。你这，一天，你没事吧？哼，凭我皇嫔上级的实力，收拾你易如反掌。给我杀了他！少主放心。住手！住手！曾少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饶了他。宝贝儿，只要你听我的，我就答应你。